现在目前是东大病研究的研究生，他叫做兔兔。好啦，掌声欢迎他。有声音的，对，好的。其实我现在非常紧张，因为前面都是原住民，然后我是白浪。对，然后虽然我今天我的琴有被加持，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加持到最后我变更弱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害怕。加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我的琴有被宿命弹过下午的时候，哎，对，晚上的时候。好的，带来第一首歌是，就是我昨天被我老板研究，然后我老板说，我老板就是我研究所的指导教授，然后打枪我，对，可是我还是可以提口考啦，就是没意外的话我可以毕业，但是被打枪完心情很差，然后我就被朋友带去长滨，所以我昨天下午骑摩托车到都兰玩一下，到金钟玩了一下，反正就是定点玩了一下，然后就一直骑到长滨，然后这一路上，因为台十一线景很漂亮，然后又是晚霞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回头看，因为我被载嘛，然后回头看着那些山跟那些海跟鱼，我就觉得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简单，就可以从环境里面得到感动，尤其是在东部这块土地，然后所以。我要唱第一首歌是，我觉得我现在很害怕。环岛旅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于是我们决定环岛旅行去吧，结果却找不到地图。前几天的下午找不到地图的下午，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。环岛旅行一周后，我赢了好多，是你的幸福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也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也没有前几天的下午阳光变得太有温度，我们赖在家里找不到去处，于是我们决定环岛旅行去吧，结果却找不到地图。前几天的下午找不到地图的下午，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。环岛旅行一周后，我赢了好多，是你的幸福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也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我也不会介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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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咖，对不对？一定行。那等一下，娃娃可不可以帮我多加持一下？你是女神耶，哎。好的，然后因为我今天挑战不看谱，所以第二首歌我来，我决定来有自己写的歌，这样子就不会忘记词跟忘记和弦。哎，很难说啦。对，很难说。好啦，然后这首歌因为我不想献丑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很少写歌，然后所以我就默默的把这首歌跟其他很像的歌，有没有很像的歌，就是一样和弦的歌串在一起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它。然后好啦，就是着作。好的，是三首歌，然后一首歌是宝贝多多，屁雅乐团的宝贝多多，然后一首歌是我爸的笔，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是草泥马之歌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我的 B 呢？我的 B。哦，哎，最后一段是我爸教我去买 B， 我就开车出去。好，接下来是那个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组，那其实也是我们铁花村的员工啦。可是呢，这一个员工啊，他今天是待在台东的最后的日子，因为他要回屏东，他要实现他的梦想，所以他就想要借由这次的唱作俱佳，然后来顺便向大家道别这样。他其实是铁花村攻读生的老前辈，我看到他都要尊敬他三分，除非酒醉的时候，没有啦。然后就他今天就带来三首歌这样，他叫做碧如碧儿 B E E R， 然后帮他伴奏就是刚刚出现的志伟哥哥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他们。请下。